愉快的狩猎季节结束，我们今晚的音乐会也即将进入尾声了。今天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子是改编自法国大文豪雨果的长篇小说《孤星泪》，因为常常和另外一部文学家狄更斯的巨著《孤雏泪》搞混，所以我们另外又翻译成《悲惨世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部电影这个音乐其实也没有那么悲惨吗？相信现场已经有很多人看过这部影片或者原著小说了。其实悲惨不悲惨并不是它的重点，而是透过男主角的爱情、亲情眼光和赎罪的行为来审视反省整个社会。听你这么说，我也想起这部影片的结尾，伟大的义父尚万强想尽办法捍卫女儿科赛特的幸福，这个感人画面。是的，这部伟大的小说被改编成戏剧、音乐剧和电影多种版本，而1987年百老汇的歌舞剧版本则是目前最让人熟知的版本。继百老汇版本之后，今年2013年2月奥斯卡金奖导演汤姆·霍伯为全球影迷献上这部电影版的《悲惨世界》，更让大家为之疯狂。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郑顺胜老师带领南洋国小管乐团为大家演奏这首脍炙人口的电影配乐 Les Miserables。 欢迎郑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担任独奏的小朋友，好，各位嘉宾，好，我们的小朋友今天彩排到现场非常的累了哈，请各位嘉宾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谢谢郑老师一年来辛苦的指导，让他们有这么优异的成绩。有听到大家的声声呼唤，好，带来第一首安可曲，也是造福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啊，大家在那听了很多的大曲子，第一首安可曲《哆啦 A 梦》。可爱的曲子，好，世界上唯一的花。